本次巡逻对于我们大多数同志来讲只是一次例行的巡逻，但是对于即将退伍的老兵来讲却是他们军旅生涯中最后一次巡逻。在这里我代表连队党支部和连队全体官兵向驻守边防16年的老兵表示最崇高的敬意，感谢你们为祖国的边防事业献出了宝贵青春。吴启言，走，出列，站。则由他边防哨所四级军师长吴启言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巡逻。在这条巡逻路上，我走了16年，留下了太多的汗水和回忆。在即将离开部队、离开哨所、离开我奋斗16年的地方，我内心万般不舍，舍不得哨所，更舍不得战友。我要向我守护16年的这边战俘庄严起誓，说有战，装必回，说有战，装必回。